在威海有一个超大号的门，穿过这个大门就可以见到大海。这座大门被称为幸福之门，今天我带你们走进去看一下。以这个大门为背景拍个照片，幸福的大门就像一个相框一样。还可以登上幸福大门的顶端看海。穿过大门就可以见到大海。在这个门框的上面有一个观景平台，站在观景平台上就可以俯瞰大海。我觉得威海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来的地方，这里空气清新，天蓝水秀，给人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。如果你来到威海的话，一定要来这个幸福大门来看一下，来感受一下威海幸福的氛围。白天逛完了景点，晚餐一定要尝一尝这里的韩式烤肉。对，韩国也是的。